鲁鲁一身帅气黑西装现身母亲节公益活动，而说到这次母亲节，竟然让姑姑冒冷汗，几乎压力超大。我妹妹的这个未来的老公呢，带着我妈去吃饭，哇，又是送香水，又是送项链，这个未来可能是一个我会跟她较劲。你送妈妈礼物看谁送得好，人老了真的会比耶，很恐怖的。那就带个女朋友去跟妈妈请安一下，应该可以完胜未来妹夫吧。哇，这个他倒是没有这么期望了，他倒是没有那么期望，说不定只是妈妈没说。妈妈很会